多鲍鱼，哇靠，多鲍鱼这很烫，我发现用铲子，哎，哇，还在冒热气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说烫不烫？吃鱼是一定要先吃头。吃鱼不吃头，我跟你讲，光吃肉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哇靠！哇，好烫！它就一根骨头，它是没有任何的碎骨的。哇，就是太烫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肉，哇靠！你看冒热气，我估计你看不到这热气，天太热了。啊！哦。